天堂。你要讲你的新年新愿望吗？赚大钱啊！那你的吴少恩新年新愿望？姑妈新年新愿望？大家好久不见，大家都各忙各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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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吃各的。没有人理你。随便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偶尔回去，觉得是会有那个。你推荐大家来吃吗？对，推荐大家吃火冰米粉汤，所以不要来吃。那我觉得你要带我米粉汤。大概么吧么。不急吗？你像很像在韩国哎。你好，这边号称分类哟，蛮难分辨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没办法打字幕哎。我觉得它 CP 值有点低，它肉有点贵，大家可以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不要来。可是味道是还蛮好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太贵。今天来吃尾牙，哇，希望可以中奖。就是这个菜单。那最期待就是龙虾，我要吃龙虾。希望大家愿望都不要实现。我目前最实用了，多捐点钱啊，老板，老板。今天来吃这个是台电的酸菜白肉锅，哇，他们要毕业了，要毕业了，要毕业了，毕业餐，毕业餐，哇，不要吃，你要哭哭啼，姐姐你在哭什么？又不是阿姨，是阿姨。我们现在来交换过年的礼物，互换。这是藕龟挑茶龟，他也给我藕龟挑跟茶龟。来自新庄，这在龙山市很有名的，什么三六直八。这个是十二锅的剥皮辣椒鸡，它是附一个鸡汤给你，它是先把剥皮辣椒先炒过。过年有开的店，林家卤肉饭。哦，这是新开的店哦。哇，这个蛋。妈妈，你太夸张。我知道啊，我没有东西给你吃哎。太夸张了你。拜拜，我没有东西给你吃。你这是把雨水都穿在我身上，我明天要穿这个裤子哎。拜拜，拜拜。住的是开兰行旅，两小床房，还有个阳台。哇，外面下大雨，这边有咪吧。茶包水，那下面是冰箱，那这边是浴室马桶备品，以及镜子，还有套汤池。
小一点。刚刚去买一个刮刮卡，今年第一刮，顺便来买这个烤肉。我发现这家炭烤店还可以夹娃娃，它这个里面啊，就是会有它的随机的烤肉跟炸物，很酷啊！它夹到之后就直接在旁边换。买双麒麟，富科草莓优格。好了，又做200块公益。今天是大年初二，中山站超空的，都没有人，人超少了，店家都大烊还没营业。今天来吃这个是京都柚子豚骨拉面，它是目前少数过年有开拉面店。这是它的菜单，我非常推荐它的柚子豚骨。这个炸海苔超大一片，大家来一定要点这个炸海苔，这个海苔天妇罗超级好吃的。完了，过年就是很容易花钱，随便就买一个皮夹。我现在在中山站的小巷，我们来这家叫大贺黑堡。提拉米苏超香的，还有酒香味，哇哦，赞！他跟小雨去山上，对，他弟在开车，飙仔，喵喵，靠呀！这个女的太狠了，喝三杯拿铁，这是第三杯，不用再这样喝了。大过年的，才12:30。大过年的，不是年纪，是体重。外面都起雾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加油！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模特有吧？开放式厕所，开放式房间。哇哇，什么很粗糙呢？哇，真的？这个是我的吗？来了，老板们，来了。不用了，不用。大家都变胖了。有啦有啦有，拍照按就可以拍照了。开工红包，开工大吉。